这个直观意识啊，你接着说，都穿的暖和就好，暖和，前修的后了，不用说一定的要穿的那个多贵啊多么好的这个衣服。那么意呀、不贪名利呀、恩爱，这个做起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、那个名利恩爱是我们凡人在凡尘所追求的，就是名利恩爱，那叫我们都不贪的话，